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一節天氣，我是蔡子純。昨天香港比較多雲，去到今天又怎樣呢？大範圍的衛星影像看到之前覆蓋我們的雲帶已經是東移，看到在香港附近華南地區上空的雲層就不多。今早早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，看到天上面的雲量都是偏少，看到日出的時候其實陽光都會挺好的。至於氣温方面，去到今朝早的7時，見到市區的氣温大概在18-19度，而新界普遍都再低幾度。我哋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將會是天晴，日間的最高氣温會上升到25度，會吹住輕微至到和緩的東至到東北風。展望未來一兩日咧，繼續喺一度微弱的高壓脊影響之下，華南地區預計上空的雲繼續會係偏少，所以未來一兩日咧預計都會係大致天晴，去到週末至到下周初咧就會漸轉潮濕有霧，而日間咧亦都會係相當温暖。一節聽講到依度，下次再見。